女人把一个陌生男人带回了家，看到丈夫正在房间内坐着，女人不但没有丝毫的害怕，还转身邀请男人进来吧。丈夫看男人走进来，就识趣的起身走出了房间。女人走上前，熟练的关门反锁。那是你男人啊？挺不容易的，在外面打工收割的。男人没再说什么，开始低头翻找口袋里的东西。女人看到走上前说：“别着急，等会儿再给。”没想到男人却掏出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他16年未见的妻子。让男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女人不但认识他的妻子，就连两人的女儿也是同班同学。看到16年未见的女儿的小学毕业照，男人顿时思绪万千，对着乌云密布的江面抽起了闷烟。